请大家翻到书上的211页。这节课呢，我们学习第15条，虚寒性便血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原文：下血先便后血，此原血也。黄土汤主之，黄土汤方：甘草、甘地黄、白术、附子、炮。注意啊，附子是炮附子，阿胶、黄芩各三两，罩中黄土半斤，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温二服。这一条呢啊，它点出了，那么它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是下血，也就是说，这个血呢是从哪儿出来的呢？是从肛门出来的啊，从肠道出来的。那么，而且它的血和排便呢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关系，是先排什么呢？对了，是先排便，是先大便啊，然后再什么呀？再出血啊，再出血。这个呢，说明怎么样？这个呢，说明这个出血的部位应该是在哪？对了，应该是比较远一点，对吧？要远一点啊，应该是在直肠以上的部位。所以呢，这个称之为什么？这个称之为此原血也啊，此原血也。但在这里呢，我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下的啊，那么临床这里讲的呢，其实是比较什么呢？就和理论比较契合的。但是我们验之于临床的话，我们还可以见到其他的一些什么呢？临床表现，原血的其他的一些临床表现，往往啊，它还不是说是先便后血，往往它表现为什么呢？往往会表现为这个，特别是啊，来得越远，特别是来自于胃以及十二指肠的话啊，那么它的这个便血的话啊，那么会表现为这种情况，就是血和大便呢混合的非常的均匀，就血和大便你是不能够截然分开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什么呢？柏油一样的便。就像沥青一样的大便啊，哎，这样大便还怎么样？或者稀溏，或者是成型的啊，或者是成型的。先血后便啊，此原血也。那么这个呢啊，主要是责之于什么呢？主要是责之于这个什么呢？中焦脾阳不足，不能够统摄血液，以致这个血液下渗，并且呢，随着这个大便而出。那么这个出血啊，如果说一般啊量不是很大的话啊，一般来说呢就会是二者啊混合的非常的均匀，就血和便混合的非常均匀。如果出血量非常大，它甚至是来不及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饮食物啊，和这个糟粕混合的非常均匀的话，那么就会表现为什么呢？就会表现为先便后血，就有一节完全拉的有什么呢？这个血。那么这个血呢，它必定有它什么呢？原血的特点啊，这个血一定是非常什么呢？暗的，甚至是什么？甚至是棕黑色的啊！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血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物质和其他的啊，那个什么呢？氧气之类的啊气体呢发生了反应，所以呢，这个颜色啊是什么？是暗红色，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棕黑色的啊，或者棕黑色的。如果出血量再大，它就有可能会怎么样？会是宣血。这个一定什么和量是有关系的啊，是一个动态的啊，是一个动态的。也就是说，它的出血啊，原血的出血有三种情况，当然了，脾气虚的啊都有可能导致啊这三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出血量比较小，那么这种呢，它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血和大便呢就混合的非常均匀，表现为这个什么呢？表现为这个就是大便的颜色稍微深一点，成型的或者是稀溏的，因为血性是濡润的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在便血的组织上啊，有一段它就拉的全部什么是血，但这个血的颜色是什么样的呢？是暗红的颜色或者是棕黑的颜色，而且呢不多啊，量比较少，因为它很多都是和大便混在一起了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变得有宣血了啊，变得有宣血。那么这样的话一般都提什么？大出血，大出血啊。如果肛门啊直肠周围如果没有出血点的话啊，如果又见到这个什么变出来是宣血的话，一般来说它的出血量都非常大，这种人往往需要什么？我要输液，需要抢救啊，需要输血抢救的啊。那么这种呢哈，既然是属于是脾气虚寒的啊便血，当然了我们就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治疗呢？对了，温脾摄血法来进行治疗。这个呢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黄土汤，就是黄土汤。他为什么不用什么？就跟我们刚才那个是一样，虚寒性的啊，虚寒性的出血，他为什么不用？比如说我们最爱用的啊，中焦阳虚的啊，用什么方？理中汤，甚至是附子理中汤，为什么？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为什么？你想想，如果说啊，他用理中汤的话，你想想理中汤，它的温燥之性会怎么样？会促进出血的，对不对？
正如之前我给你们讲其他的篇章的时候提到过的啊，虽然说它吻合了它的什么，它的根本的病机，对不对？吻合它的根本病机，但是在这个根本的病机基础之上，它还有其他的病机的存在，对不对？就还有其他病机的存在。比如说我们讲消渴病的时候，就会讲到什么？就会讲到这个上燥下寒的这个瓜蒌取脉丸症，它就是这样的。虽然说同样是由于脾肾阳虚而导致的这个什么呢，肾阳虚而导致的这个湿浊内停，湿浊内停，但这个时候你去治疗这个肾阳虚行不行，或者这个肾气虚行不行，已经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从他的肾气虚啊，或者说肾阳虚这个基本病机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病机，一个什么病机啊，一个湿浊内停的这个病机。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再给他补肾气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那么在这里同样是啊，同样是虽然是脾阳虚，但是目前它导致的结果已经什么，已经是出血了。所以这时候再去什么，再去温补这个脾阳的话啊，单纯温补脾阳的话已经不行了。你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变通，在温热的基础上要加什么，要止血，要止血。而止血一般来说温药啊，一般止血，我们你想想，你们一般来说啊，出血的时候啊，就一般来说皮下有出血或怎么样的时候，先啊，我们外科医生都告诉你们啊，什么才能使血管收缩，什么才能使血管收缩？对了啊，如果有皮下出血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先是用冷帕子敷，对不对？增强止血的功能，因为冷的东西啊才怎么样，才收敛，才收缩，才会促进血管收缩。所以一般来说啊，我们止血的药一般来说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个热性的啊，所以凉才能怎么样，才能收敛，才能止血，就止血效果才比较好。而温热的啊，热性都是什么，都是扩张的啊，都是扩张的。所以说一般来说你们外伤性都出血的话，如果没有皮损，是皮下出血啊，一般来说我们先用凉水敷，对不对？促进它止血，就那个时候甚至用冰袋来促进它止血，然后血止住以后，我们再用什么，再用热的啊，热水袋敷，然后促进它怎么样，这个淤血散开，是不是这样来治的？那么和这个啊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这个啊就不能够单纯的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百汤症和这黄土汤症，你就不能单纯的啊针对它的基本病机来一昧的给它怎么样，来给它啊温中摄血啊，就是那个什么温中益气，就不能这样子啊。好，所以选择的方呢啊，就不是什么，不是米中汤啊，选择的是什么，是黄土汤。所以这段我们来看一下黄土汤它的方药组成啊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它就适合用在这个治疗原血里面啊，而没有用理中汤。理中汤我们已经讲了，它为什么没有用百叶汤呢，对不对？好了，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最重要的药就是黄土。黄土，这个黄土可不是一般的黄土，而是什么，对了，赵中黄土，也就是啊，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比较少见了啊，现在农村里面很多都是烧煤气了啊。这个燥中黄土呢是烧了一定的什么，一般来说是5年以上的啊，这个土灶当中的什么灶堂里面那个黄土，这个黄土的话它烧的时间非常长啊，久经什么，久经考验啊，久经火炼。那么这个火它有一个什么，这个土啊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又叫芙蓉干啊，在中药里面它有非常好的名字啊，叫芙蓉干。它有什么作用呢，对了，它能够温补脾啊，你想它经过了那么久的什么这个柴火的那个什么呢，烧烤，所以它能怎么样，它能温中，第一个啊它能温中。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它是什么，它是土的话有什么，它有收敛之性啊，它是泥土，烧了那么久，那么里面的水分都抗得很干了，对不对？所以啊一发生影响，它具不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很强，对，从心学的角度来看啊，从药理学角度来看它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那么所以说、啊、没有什么水分，它有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它就能怎么样，对了，能够收敛之血。所以说啊，赵中黄土的功效主要有两个，一个针对疾病的根本的什么呢，一个是它能够温补脾土，第二个呢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色肠止血。另外一个啊，煮那个什么呢，白术和甘草，在这里可以干嘛，白术和甘草，对，它是健脾的啊，它是健脾的。所以呢这二味药啊能够辅助这个什么呢，赵中黄土来止血。这个呢是白术和什么，白术和这个甘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附子啊，它主要是温什么阳，助什么阳，对了，补肾阳，它补肾阳来怎么来上温脾阳，那通过这种方式来怎么样，来温助我们中焦的阳气啊，来增强什么，来增强温中止血的功效。还有另外两个药就是什么，甘地黄和阿胶，对吧？那么甘地黄和阿胶这两个药什么药，养血的药。哎，大家这个时候应该会想到我们的焦艾汤，对不对？阿胶这个药啊，它既能够养血，还能怎么样，
对了，还能够止血啊，止血效果非常的好啊。所以呢，甘地黄和阿胶它们照顾的什么，长期的便血，那必然会有阴血的亏损。所以说呢，它怎么样补血啊，它止血啊，养血而那个什么呢，补血。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甘地黄和阿胶又能怎么样，又能止血，尤其是阿胶啊，止血力量非常好的啊。所以呢，甘地黄阿胶在这里呢是养血而止血。另外一个啊什么呢，另外一个药就是黄芩。黄芩在这里啊，这个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很多人都想单用这个药的啊。为什么要用黄芩？同样的啊，之前我讲这个什么呢，讲这个出血性的病症啊，什么才能把这个血止住，寒凉，对不对？寒凉才能止住。而我们这里用的所有的药都是什么的药，对了，都是偏于温的，对不对？都是偏于温的，所以给它反佐因为什么黄芩啊，防止呢所有的药物怎么样，温燥太过了啊，温燥太过了，温燥太过的话就反而会怎么样，促进出血，促进出血。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有很多妇科的老师啊，在凡是治疗这种什么呢，妇科的这个月经过多，即使她有血虚，或者是啊那种什么，或者是那种血虚，就那种什么呢，那种有贫血，就是有血虚，但是呢又怎么样，又这个有血虚但是又月经过多的人的话，她一般来说就很审慎在用当归的时候。为什么呢？很多老师都比较审慎啊，用当归就要治疗这种什么呢，这种既血虚然后月经量过多。当然了，他的月经量过多是导致他血虚的一个什么最主要的一个方面。那这种人他们一般来说啊，用当归都非常的审慎。为什么呢？正好啊，就是由于这个当归怎么样，偏温性了啊，偏温性，温性的话就会怎么样，它的和血之性啊就会促使出血的啊。所以他们很多啊，即使用量也不大啊，量也不大。黄芩在这里啊，就是起一个什么反佐的作用啊，防止其他药物过于什么呢，过于温燥了啊。所以呢啊，这些药物啊，所有的药物合用就能使脾土健旺而统摄有权，而血就能够怎么样，而就能够在里面啊就能守得住了。好，接着我们来归纳一下的病机啊。病机就是什么呢，就是脾气虚寒而统摄无权，阴血下盛。它的主症啊，主症说一下。主症呢，看到你们书上的这个211页临床应用指药，黄土汤用于治疗虚寒性的便血，它的辩证的特点是什么呢？对了，是出血。是哪里出血？下面出血。其实下面出血就决定了它为什么这里没有用百叶汤。大家想想，为什么这里不用百叶汤？对了啊，血的趋势是往哪儿走的？对了，往上的。而这个百叶汤它的作用趋势是什么？是清降，对的，往下降的。那它和我们这一条合不合？就不合。我们本来这个血就是往下走，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啊用百叶汤就不合适啊，用百叶汤就不合适。所以这条的特点啊，第一个什么呢？是出血，是便血啊，是便血。那么血色呢啊，当然了，和这个百叶汤症倒是一致的啊。血色比较什么？颜色比较暗。淡，对不对？然后呢，质地比较什么？质地比较清晰啊，质地比较清晰。那么或者什么？或者是刚才我讲过的啊，是白油一样的大便，对不对？这个呢跟量有关系啊，这里面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另外就是它的胃肠可能有点什么，有点疼痛感啊，可能还有便溏，因为血性是濡润的。它的面色呢，因为长期的便血，所以呢面色无华啊，面色无华。还有什么？神疲懒言，手足不温，舌淡，苔怎么样？苔薄白啊，苔薄白。脉呢应当是一个什么呢？细，因为血虚啊不能够充盈脉道，所以说脉是细的啊。还有什么呢？应该是无力的，脉虚啊，脉细，脉虚，脉是无力的。它的治法呢，就是温中健脾，益气摄血，然后佐以什么呢？佐以滋阴养血。其实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在于益气摄血这个方面啊，温中而益气摄血。当然少佐一点什么呢？益气那个滋阴养血。它滋阴养血的同时，还不忘什么？还不忘止血啊。所以止血是治疗出血性病症的第一药物。人见到啊，应该说见到有两个症状是最可怕的啊，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出血。你想如果拉肚子拉很长时间啊，这个人一般来说不会很在意，对不对？但一旦出了血了，对不对？那人都很怎么样，很恐惧的啊。所以说这个止血一定是出血性病症的什么呢，是第一药物啊，第一药物。还有就是呕吐，人也是怎么样，一呕吐，对不对？一两次算了啊，如果反复的一天发生很多次，他肯定会立马来治。所以说一个是出血，一个是呕吐啊，这个什么，这个是还是比较急的啊。那么这个方
我说一下啊，这个方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仅可以治疗这个虚寒性的便血，当然了，这个出血的病势啊是往下的，那么同样还可以治疗什么呢？其他方式的一些什么出血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吐血，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绿血，还有崩漏，还有泄泻，还有什么？还有呕吐，还有血尿等等啊。但是呢，我比较赞同的什么呢？是病理趋势啊，出血趋势往下的这种哈，我觉得更适合啊，更适合用这个方。属于是因为它有什么？它有收啊，它有什么呢？它有收涩之性啊。属什么？属脾气虚寒不能统血所致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啊。只要属于是脾气虚寒的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此外什么呢？如果是坏死性的肠炎、慢性痢疾啊、痔疮出血，当然痔疮呢很多属于是湿热啊或者实热性质的，或者是过敏性脐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再胀等等，只要辨证啊，关键是辨证准确，只要属于是脾气虚寒不能统血的，我们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这个方来进行治疗。另外我认为这个方可以和我们的这个什么呢，白汤，可不可以两个啊加减化才应用，可不可以两个合方应用？我认为是可以的，完全是可以，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主治什么，对了，脾气虚寒的啊，只是一个是病理趋势是往上的，对，所以呢这个呢用什么？用这个侧柏叶啊，因为更合适啊，用柏汤更合适，因为这个方可以怎么样，它有清降之性啊，有清降之性。那么这个方在用的时候呢，说一下啊，临床加减，第一个可以酌加什么呢？可以酌加三七啊，三七是什么？止血而不流瘀啊，它既止血啊，还怎么样？还活血化瘀。所以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外科啊，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在调理的时候啊，往往就要用什么三七来炖补品来给这个病人吃。因为如果你光炖补品，比如说炖鸽子，对不对？那很容易光补补而就怎么样？又有瘀了，对不对？所以呢，用点什么？用点三七啊，三七止血而又怎么样？不流瘀啊。另外一个用什么呢？加白及藕节、焦艾叶啊，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侧柏叶也可以，对不对？只要你这个出血的趋势是往上的啊，就可以加什么？就可以加侧柏叶啊，来增强这个止血的作用啊。那如果说是中气下陷的啊，那么如果比如说出现四肢乏力、精神倦怠、气短声低、腹部坠胀的啊，就腹部坠胀，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气往下坠的这种感觉的啊，不管是哪里的气往下坠啊，中气往下坠，还是腹部的气给人感觉啊，脏腑气管往下坠啊，有这种感觉的，我们都可以和一个什么呢？补中益气汤啊，来生阳举陷。或者你如果觉得和一个补中益气汤，哎，这个什么，这个架势太大了，你可以和啊什么呢？益气啊。一个就简单的那个益气生阳的两味最主要的药，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人参，一个就是什么？黄芪、生麻呀、葛根这些，对不对？生麻、葛根这些啊，生举清阳的药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中焦寒症非常明显的呢，黄芩在这里呢就苦寒啊，中焦寒症非常明显，那么黄芩苦寒就不大适合。那么我可以变通一下，怎么变通呢？对了，把黄芩变成什么嘛？对了，黄芩炭，对吧啊，变成黄芩炭，然后呢再加上炮姜炭来增强温中止血的功效。另外一个，如果是脾肾双亏的话啊，可以去掉黄芩，就如果是确实只是阳虚啊，阳虚里寒非常重，干脆就把黄芩给去掉啊，这个时候就不畏温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阳虚太盛啊，阳虚寒盛，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加强什么呢？加强它的温中，那个比如说那个什么温补脾肾阳啊，温补脾啊的这样一些药，加肉桂啊，补骨质和杜仲啊。那么要用这个方啊，临床上可以有这么一些加减。大家为什么没有问什么呢？那黄浦汤刚才我讲了的嘛，现在不可得了，不好拿了，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你如果你拿到了，你又怎么办呢？对不对？为什么大家没有问这个问题呢？讲到这儿了，就是有没有想到？好了，我们先来说黄土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讲了黄土有哪些作用，我们讲了黄土是什么，但具体怎么用呢？用起它来非常麻烦。首先第一个，黄土比较难找，如果你找到了啊，我们主要的用法有这么几种。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是你可以把黄土直接入药，但入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它和其他药物混在一起啊，直接倒在那个里面煎，不然的话这个药汤喝起来是怎么样？对了，是沙的啊，很难喝，所以呢最好用纱布包煎，纱布包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最什么最简易的方式啊，烧了包间以后啊，但是记住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敲碎了，敲烂了敲碎了放进去啊，千万不要整块的啊，那个泥土是比较坚硬的，你千万不要整块的啊，丢进去就算了，有一条勤快一点啊，把它怎么样，对了，把它打碎啊，把它打碎，然后呢放到汤里面啊，和其他药一样，该怎么煎怎么煎，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怎么办呢？对了，第二种方法啊稍微麻烦一点，你可以把赵中黄土先煎啊，就是说直接拿来怎么样，就是直接把它散漫开来，就不用布啊，直接拿来煮，把它先煮了，先煮了以后呢怎么样呢，把那个澄清液体倒出来，就放一放啊，煮好以后放一放，然后把这个澄清液体怎么样倒出来，然后再和这个药其他的药物一起煎，这是第二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怎么煎呢，干脆先把这个赵中黄土不煎，我们就直接拿来泡，泡了以后取它的澄清液，然后呢就直接和其他药物一起煎，就这么三种办法啊。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而且我认为我觉得这种方式似乎是更好的，对不对，似乎是更好的啊，我觉得这样才满足了什么呢，才满足了它共煎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意义。那么大家想，如果这个药不可得，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个药来代替它。对了，那就赤石脂啊，你们家中应该是提到了啊。那么赤石脂呢，也是性温而味甘涩的，所以它也能够怎么样？它也能够温中啊，它也能够温中，而且它也什么？它也是颗粒状的，它也能够摄肠止泻而收敛止血。用这个药物啊，如果你用的是赤石脂的话，同样要注意什么？还是用，我觉得是用第一个啊，虽然说是偷懒，但是呢是最简易的方式，就是什么？用纱布包起来，和其他药物一起泡，然后呢一起煎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赤石脂啊。对了，再次给大家强调啊，治疗这个病啊，虽然说它可以治疗这么多的疾病，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脾气虚寒不能统血，还有就是刚才我给你们讲它的出血的特点啊。另外就是如果还是便血的话，这个时候我再提一个问题，想想它的肛门会不会有灼热感，会不会有灼热感，会不会有热的感觉，痛的感觉。对了，一般来说是不会有的啊。好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总之一定要辨证准确啊，要属于什么，要属于是中焦虚寒啊，中焦虚寒，然后呢不能统摄血液的，我们才能够用这个黄土汤。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条，仍然在你们书上的211页，我们先来看原文。下血先血后便，此净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赤小豆当归散方，这个方呢在这里没有给出来，这个呢是在你们第三篇里面啊，在胡霍病当中啊。赤小豆当归散方，赤小豆三升，净令牙出，爆肝，当归三两，上二味，楚为散，江水服方寸比，日三服。这个呢同样讲的是下血，但是它的下血呢跟刚才那个下血就有不同了，对不对，它是怎么样一个下血法。对了，是先血后便，这个呢和临床啊就非常的一致了，往往这样的病人啊是先血后便的，往往这样的病人是先血后便的。当然也有一些病人是怎么样的，也有一些病人是先便后血的啊，先便后血，但是往往在他的什么大便里面都混有一定的什么，都混有一定的血液啊。此净血也，就出血的部位呢离肛门是非常近的啊。它的方药非常简单啊，就两味药，一个是赤小豆，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当归。那么我们这个方呢之前学到过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方是属于什么方的，对了，湿热，然后有点什么，对了，有脓的，对不对啊，有血肉腐败的，又有湿热，然后湿热导致的什么气血郁滞，而什么气血腐败的啊，血肉腐败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那么所以说很显然啊，我们这条的病机应该是什么样的，湿热，对不对，湿热性质的啊，湿热性质的便血我们才用这个方啊，湿热性质的。那么从病性上来讲，它应该属于什么，实症热症，对吧，实症热症。那么既然属于是实症热症，大家想想，那么它的出血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先血后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你单纯的从先便后血还是先血后便啊，光从远近上你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什么，你可以判断它的病位，但是是没有办法判断它的什么的，它的病性的。那么如何你根据它的出血的情况来判断它的病性呢，如何判断？对了，血的颜色是，对了，鲜红的，一定不会像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什么呢，暗红色呀，褐色呀，甚至是黑色，不会那样的啊。那么一定会是什么，会鲜红的啊，鲜红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血液是什么？质地比较稠厚，还是非常清晰的。就一般来说是比较稠的啊，稠的，甚至会有的人会变出来什么是近似于凝血块的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便血啊。另外一点啊，另外一点，这样的一个出血会不会和大便混合的非常均匀？对了，不会啊，不会和大便混合的非常均匀，它往往是在大便的表面或者大便的上面，它有一点什么，有一点那个血，是一般来说都是血块块了啊，不是血块块，就是那种什么呢，那种质地非常稠厚的那样的一滩血啊，那样的一滩血在什么，在一个大便的上面，这个什么，这个是属于是静血啊，帮他用的什么，治疗的当归散啊，叫当归散。这个病呢啊，先说一下，这个病呢多相当于我目前的什么呢，肛周脓肿还有痔疮，肛周脓肿还有痔疮这样的病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就称为什么，就可以参考我们这个治疗的当归散，只要辨证属于是湿热的啊，就可以参考我们这个病来进行治疗。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痔疮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中老年的患者，如果出现便血啊，就像这样的便血的话，一定要注意鉴别，一定要注意和什么鉴别，和这个直肠癌相鉴别。直肠癌的发病率啊，目前发病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非常非常高。因为那个什么，就是我身边就有人，他是长期的一个什么痔疮的患者，所以他一直啊把他的直肠癌当成是痔疮在治，一直有便血便血啊，或者是擦擦，或者是那个什么，或者是那个手指上有点血，那或者是直接便出来有血，我都见过他的脓血便啊。所以脓血便是什么样，在我脑袋中就静血什么样子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在便血同时间有点什么脓血，那个什么呢，白颜色的啊，那个粘稠的物质在上面粘着啊，他一直当成是痔疮在治。后来哈，那个到医生那儿去看，医生也把他当成什么痔疮来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有痔疮，而且的的确确这个痔疮在出血，但是这个医生就没有什么，在没有仔细的，而且这个医生还比较的非常的有经验的一个医生，所以有的时候医生爱被这个什么呢，经验好，就经验啊，我们经验多是件好事，但有的时候反而被经验所什么所误导了啊。他后来到一个年轻的医生那去看，因为在一个老医生的老没治好，他又找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那个年轻的医生就怎么样，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就给他仔细的看了一看他的肛门的状况，就发现什么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好在那怎么样，就带了一点他解的大便过去，就解的那个血那些过去啊，大便带血过去。然后那医生一看啊，血那么多，他来就有一个概念，就觉得啊，这个人的痔疮的表面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至少应当怎么样，很大的伤口嘛，对不对，应当烂渣渣的，应当很多出血的这种渗点啊，或者怎么样，他才会出来这么多血。但他一看他的痔疮啊，他一看他的那个就是做肛检，一看他的痔疮表面没有那么多那个什么的，没有那么多伤口，不像是能够出这么多血的样子。他后来就马上建议他去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直肠镜。他后来直肠镜一看啊，结肠镜一看啊，就直肠那个结肠那一段都看了，一直到那个什么，一直到那个就是横结肠那个位置啊，那个深结肠那个位置，深结肠那个位置。后来一看啊，就发现什么呢，原来在他的这个什么，原来那个在他的这个就是在脾区那个位置，拐弯那个位置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包括有一个肿瘤，还幸好发现的还算是比较早，他到现在啊都还活着。直肠癌如果发现的早，手术就是做得很好的话啊，后期放化疗跟着上啊，还有就是两年之后一年以内的这个复查，如果都跟得非常紧的话哈，它存活期非常长的啊，最长的可以到达十多年，到现在都可以一直活的，可以像健康人一样的活着啊，他到现在都还很健康啊，都还很就是说事情都还非常棒啊，这个就是得益于什么呢，发现的非常早。所以我讲这个啊，就是希望大家在面对这样一个什么呢，这个出血的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和一些恶性的病症啊要注意鉴别。好的，赤药当归散啊，这个呢，这个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赤小豆啊，它的作用是什么，赤小豆既然是赤的颜色，所以它能够怎么样，能够入血分，对不对，入血分啊，它能够什么，它能够清热利湿。而我们的脓，你想想脓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它是湿浊，我们认为是浊液，对不对，而赤小豆就能怎么样，清热除湿排脓排浊。所以说这里选择用什么呢，用赤小豆啊。这里为什么用这个，它能清热的啊，另外为什么要用当归呢，跟我讲血肉腐败才会成脓，那么血肉腐败的话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血热包在一起出不来不流动，对不对，才会腐败，对吧。那么当归是一个什么药，活血的药，对不对，和血的药，它能使气血什么，气血调和，气血畅通。所以说啊，用当归在这里啊，它就能够怎么样，
能够针对这个龙，对不对？它能够什么？它能够引药入血分啊，引药入血分。所以这里用什么？用当归。我们很多的啊，治疗那个什么，治疗这个气血会郁滞的疾病啊，我们都会用到什么？我们都会用到当归，因为当归就具有这两个作用，一个什么？一个是可以引药入血分，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是可以什么？另外一个是可以调和我们的气血，调畅我们的气血。另外一个药就是什么呢？第三味药大家不要忽视了啊，赤脚当归散啊，就什么呢？姜水。姜水是什么？催素米熟，再次复习一下啊，你们的第三篇是讲到过的啊，催素米熟，对不对？好了，看一下啊，催素米熟，然后怎么样？山西啊，山西的那个就山西那边啊，山西人就最爱这么做啊，他们现在都还有做这个的啊，在某些地区啊，催素米熟，投冷水中啊，注意是投冷水中，然后呢浸五六日，然后味酸，生白花，色类姜，姜就是什么白颜色的那个果姜啊，白颜色的果姜，然后呢固名，所以叫什么？所以叫姜水。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什么作用？清凉解毒。清凉解毒的作用啊，这个方单纯的赤小豆啊，它清热解毒力量是有不足的，所以说这里呢配合上什么？配合上姜水啊，来清凉解毒。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什么？一个诊方。临床上啊，赤小豆当归散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当然了啊，可以治疗我们这里所说的什么呢？我们这里所说的净血，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肠风下血、脏毒，就包括我们现在的痔疮啊、肛裂啊，特别是痔疮感染而形成的什么脓肿。但是其实本方啊，一切湿热毒邪而引起的什么呢？而引起的这些病症，它都可以用啊，包括什么？包括渗液性的这个皮肤病，包括我们的皮肤的一些什么呢？痤疮。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只要辩证属于什么？对了，只要辩证属于是湿热蕴结，不管是在大肠也好，还是在我们的皮肤也好，都可以啊。湿热蕴结灼伤脉络而导致破血妄行的啊，或者导致出血性的病症啊，只要是辩证属于是湿热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来进行治疗。因为这个方的作用就是什么？既可以清热，赤小豆是可以清热的，这个姜水是可以清热的，对不对？赤小豆姜水是可以清热啊，而且赤小豆是可以怎么样利湿的，而活血而止血，当归可以，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特别能够治疗湿热而导致的什么？而导致的出血，而导致的有脓液，所以这样的病症啊，就特别适合用这个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这里呢，我再次强调这个什么呢？当归在治疗很多的这个什么脓血病症当中啊，用途非常的广泛，原因在于什么？脓是怎么样形成的？血肉腐败形成的，对不对？包裹在一块它不流通了啊，户枢不堵而怎么样？而流水不腐，一定要流畅它才不腐，所以用这个当归就是为了使它什么呀？调畅。那么这样的话才没有脓的产生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什么化脓性的疾病啊，我们都会用到什么？都会用到当归。好了，这个加减说一下啊，加减第一个可以酌加什么呢？可以酌加清热解毒的药，因为我们这个方啊，清热解毒的啊，就只有什么了？就有这个赤小豆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姜水，而且这两个啊，应该说还不是非常专业，特别是赤小豆，对不对？它有祛湿的力量啊，祛湿的功效。所以呢，我们可以加强它的什么呢？加强它的清热解毒的这个力量，可以加槐花、金银花、紫花地丁。另外呢，就是这个方啊，止血的力量还不够强，对不对？止血的，它没有专门的这个什么呢？专门的这个止血药啊，所以呢可以加点什么？可以加点这个炒的春根白皮、侧白叶来凉血止血啊，来凉血止血。如果是湿热很重，不单纯是热毒重了啊，还有湿很重，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加强什么？加强这个清热燥湿的这个功效啊，清热燥湿。就不仅要清热，还要燥湿了啊，我们就要用点什么苦寒的啊，比如说黄柏呀、苦参呀啊，这样一些啊。来清热燥湿。好了，大家休息一下啊。